啊，陈总经理给我们入了两组，这也是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谢谢，我们也请各位可以先稍作休息。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受哈，一次那个组长一组，意外价值五千指标，两组、五组、十组、二十组这样子的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付出爱心，就是希望我们这些肯亚基金会的这些孩子们可以受到更好的照顾。因为我现在都还没遇到，来我们这边请，没有对照，没有对照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把舞台交给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，准备的这些艺人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呢，就是好久不见的才女，我们的气质才女。来，工作人员，好的。好，等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气质才女，掌声欢迎。好的，更改一下哈，我们的偶像要先上来啦。这一位呢，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，他曾经是知名的偶像艺人，现在也还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偶像艺人，掌声欢迎谢凡呀。欢迎大家好，本来说在今天这么早，然后今天这么好，然后就有机会来参加这么有意义，然后我可以做一些很多的，然后接下来第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就是这个。最好以前有八点档啊，八点档有。有啊，希望人生。没有，我之前公益活动已经参加了，很特别的一次。然后这也是因为代码，所以前面的活动啊，很好。其实爱心不一定说要像特别像今天这样，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特别高调，有很多。对。因为演坏人也太多。我是幕后员，讲一个小伟强，他是小宝。你要说他妈妈以前之后啊，两三岁，我的，然后是我们为了苦，然后都不讲话，然后他们也是他家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他们都不能讲话。